因為咧，我可以接，咁啊，因為呢首歌需要一個咪有特別效果咁啊，咁呢首歌嚟講咧，就係講當一啲好唔開心嘅事情發生，咁可能有一啲人同你好難受，同埋即係好冇希望啦。咁我就寫呢首歌，希望係即係經過黑暗之後，大家都知道會有明天會更好啦。咁啊，所以有呢首歌叫做 Over， 咁而家開始 ，Thank you。 结束了，难过的事不敢放手，为了快乐，哭得很疼，都过去了呀。